天上网 LOVE.COM， 在这个年代宁愿在网上谈个恋爱，因为太多的男孩要很多个女朋友才算精彩，把 email 打开随时能开始谈情说爱。
真的不简单，23岁就打破了亚洲唱片销售记录，上过世界杯，上过奥斯卡，能有几个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跟我的女神飞吻，在示爱是吧？而且我要跟大家说，刚刚这一段表演是 Coco 的18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精华片段。在